天下午，鹿晗的粉丝们陷入了集体狂欢模式，一个个激动的像是要过年。起因是鹿晗在今天下午亲自按照演唱会购票信息给几位幸运粉丝打电话，询问他们对于所购票演唱会的期待，为他们送上惊喜。却不料有位相当硬气的粉丝却是直接将电话挂断了，还被工作室发微博寻人，也是相当可爱的。接到鹿晗电话的不止一位幸运粉丝，很多人都表示今天下午收到了意外之喜。据悉，鹿晗打电话向粉丝们询问的大都是想在下一场演唱会上听什么歌之类的问题，亲自给粉丝打电话，请粉丝来点歌，我很会聊呢。这位挂了鹿晗电话的粉丝不知道是不是误以为是诈骗，挂断后看到工作室寻人才，发现刚刚真的是鹿晗本人打来的电话。据其室友爆料，这位小可爱得知真相后痛哭了10分钟，还有很多没有接到电话的粉丝各种羡慕嫉妒恨。